好，歡迎收聽今天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雪玲，又懷疑啦，不動 Alex 插花的MK3，你坐在這裡是不動的，嗯，可以不用呼吸，又真的不動了，這樣會死的，那個美行反來的，好啦，大家都知道今天是說什麼，給雪玲，好啦，咁我哋首先，我哋繼續跟你一萬次再一萬次之後嘅呢一度續集啦。何心只係話俾大家聽，花澤係唔會死住嘅。我係一萬二千年前已經 fuck 咗你一次，我唔爭在我 fuck 多你一次。真係話我今次玩嘅就係何心。好啦，咁我哋今日要講嘅咧就係呢個 Arcadia。Arcadia 呢佢同我哋事前所講一樣啦。嗱，我要重温一下啊。樹靈在新番的介紹就是一個很黃道的什麼片頭曲，很黃道的初期發情，很爛的結尾，不是很爛的中段，很黃道的結尾，很挑戰開的結尾，是啦，現在算不算呢都符合的吧，完全符合啦，有不同嗎？嗯，沒有啊，不是，其實估到的很多東西都有，其實你何心逼慣之後你拍的劇情呢都是這樣的，還是但花澤是逼了何心的，在香港的不是啊，明白的，好，大家解釋一下，有些時候呢唔俾你死，仲慘過俾你死。剃人頭，這人亦剃其頭。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唔男唔女咁。嗱，我覺得首先分為兩派先啦，兩派嘅角度。一派咧就係完全冇睇過無印版，依頭。同埋一派咧就要係睇過無印版加埋 OVA 版。OVA 冇睇，我要。咁你分三批噶咯，冇睇又睇 TV 版，冇睇 OVA 或者睇 OVA 冇睇。唔係，其實 OVA 冇睇就唔太重要嘅。Yes, 我覺得好重要啊，個不動嘅設定喺 OVA 係有噶嘛，係咪？係咁固然啦，呢、這個就即係，但係你話就算何心係完全無視咗 OVA 嘅設定啦，係咪咧？你睇動畫，唔係第二季係用翻動畫第一季設定，唔係用 OVA 設定嘅。嗱咁講啦，其實嗱，我諗嗱，好佢好難用一個劇情用劇理嘅方式去講呢套嘢，因為我都冇能力大家可以咁樣講到。有劇理嘅咩？中段你用點樣劇理解釋中段？唔係應該嗱，我哋應該真係由呢、這個大家冷靜啲先，唔好咁激烈討論，大家會聽唔到嘅聽眾。係啦，咁啊由呢個角色。咁啊，逐位角色去講嘅呢啲啊，真係講費南先啦，講只狗啊 ，Avatar Sola 冇錯啦，阿 Key Sola 啊嘛，個角色嚟講咧，大師男主角，典型男主角角色啦，男主角比較屬於比較軟弱類型噶啦，大家都睇到噶啦，同埋佢嘅能力，我覺得去到咧，其實去到劇尾佢真係冇能夠控制嘅。唔係嗱，唔係我有一個問題先，即係開頭嘅時候應該就係得佢先飛到嘅啫，係嘛？冇錯，後面每一個都飛到，去到後面每個型都飛到。係部機會噴射器飛啫，唔關佢人事。其實我都係點解？唔係原本 Abra 係走地㗎，即係加入機械之後就空 A 咁樣係嘛？其他空 B 咁樣。唔係嗱，阿回應翻阿樹人講話佢嘅能力係冇乜點有用啦。大家見到啦，佢最初話出嚟，哇，好勁啊！即係等於好似 Accelerate World 話飛行形態嗰個。湊個飛行部件啫嘛。依個 Ever 係識飛嘅，咁佢係好偉啦咁樣。咁啊，去到即中後中前期啦，你都係覺得喂部嘢識飛啊，咁依樣嘢仍然係有嘅。咁但係記得大家有一集咧，就係阿 Kagura 啦，即係啊佢另外一半啦，可以話就嚟一佢哋個星球嗰邊噶嘛。咁跟住咧，當阿阿馬頭想衝過去嗰陣咧，卡古尼一個逆反，跟住成隻飛天嘅雀就跌咗地下啦。打雀永遠係最易。佢之後覺醒咗呢個金剛不動翼之後嘛，覺醒咗之後金剛不滑翼，冇錯，都唔係繼續飛到嘅喎，佢都係可以同佢抗衡咁解嘅。我就唔明嗰集究竟做一集嚟做咩咯？即係一集開頭嘅時候佢係打唔過嘅，一集完咗之後佢都係打唔過。就係出個必殺嘅金剛不滑翼嘅啫，冇啦，完了。出咗之後都係唔記得勁咗。出個名啫嘛。嗰個問題就係答翻，我覺得應該話答翻阿 M K 3嗰個問題就係點解其他機會識飛？其實咧，如果照佢 setting， 你應該理論上個解讀應該係咧，佢開啟咗 Ever 依個變身出嚟之後咧，其實咧佢之後嗰啲變身咧，其實係會承繼翻就係記錄咗個能力係已經係識飛噶啦，即係只不過個飛行個能力有幾加點樣再加強咧，係就要靠個元素人。坐在裏面駕駛才可以加強到，算啦。你唯一的解讀只可以咁樣解讀嘅啫。呢套唔合，算啦，你唔好講設定呢套嘢。你睇臨尾嗰幾集，大家一齊齊開半身打嘅，有咩設定？我有個問題喎，如果係你，我想問阿船嘅講法係咪即係話，如果嗰兩個 alien 係同阿 Avatar 係合體過嘅，咁於是佢下次咧就好有翻可以飛到。唔係，係個機體有，因為其實咧，如果原作設定個新技術嗰樣嘢，其實係咧出過嗰招有之後咧。
咁即係呢招係 open 咗啦，你觸發咗呢個條件，你有咗呢招之後呢，基本上理論上應該係其他人都開到嘅，理論上啫，不過係即係通常係你有啲，不過你話如果照原作設定嘅話呢，元素人同元素人之間嘅一啲 combo 呢係只要特定嘅人先可以出到嘅，即係譬如我有火焰能力咁樣嘅，要出火焰腳嘅話呢，理論上一定要有個火焰嘅 elemental 人坐喺裏面先出到，唔係話求其搵三件友都出到嘅。OK， 上季嘅話火焰足球啊嗰啲無限交叉拳，唔係 3D 無限極像拳咩？嗰個更特定添啦，都唔可以話特定，即係佢都用翻 Archaeon 嘅設定裏面嘅嘢嘅，其實就係話基本上咧一招一次之後變廢咯，無限拳。機人限拳變普攻啊！無限拳係普通攻擊嚟噶嘛？你有冇玩機戰㗎？佢之後創性無限拳都變咗普攻，你嚇死啊！正常啦，啲招係越用越 cheap 噶嘛，真係。嗱，用翻一個蘭斯伯舉例，係有普通攻擊、武器攻擊一、武器攻擊二、武器攻擊三同武器攻擊四嘅，都係普攻嚟嘅啫。無論你名威咗之後都係。咁理論上你話阿馬有角色咧，其實喺依套嘢裏面擔當嘅角色係俾何心鞭絲用嘅，當然係。喊啦。俾女飛啦。俾 NTR 啦。佢冇俾女飛過，佢幾時有俾女飛過啫？咁自己單佢飛人喎、啊，自獨過而再消沉唔係呢個呢個角色，呢個角色嚟嘅啫。呢個其實我哋中段開頭嗰陣時候，我哋都講過嘅，即係神樂佢話聞唔到阿阿塔陣味，咁啊好正常，因為大家一亂估到就係自己係聞唔到自己噶嘛。咁呢樣嘢都好一如以往地，佢都好忠實咁樣反映咗我哋，又的確佢哋係同一個人嚟嘅。呢、這個好多估到，呢、這個有唔難嘅。呢、這個就唔難估嘅呢樣嘢就。兩個差唔多樣嘅 OP， 所以夾埋嗰啲睇啲嘢係。咁當然你話佢話佢將神樂，即係話佢哋兩個角色定位上，其實唔係唔成功嘅，我覺得個定位上話。嗰個可以嘅。你話一個係俾命運困住咗嘅人，覺得話我命運要我 check 呢條女，我一定要 check 呢條女㗎，就見呢條女爛面，唔係殘廢，唔係弱智，高血壓、糖尿病，我都一定要食佢，我冇辦法唔敢做㗎啦。呢個咪婚姻嘅最高境界。就係因為命運。算啦，對一隻狗嚟講，唔係佢本來係阿波羅嚟嘅，上一世起碼都係人。唔係即係你話佢兩個角色個設定，其實我覺得可以嘅。始終講緊又話命運嗰樣，其實即係你箍咗二萬四千年啦，都係話，所以有個出波度就係一個係真係活在當下嘅你，我就係中意呢條女。佢知啫，一個就話因為命運要我中意呢條女，我就一定要中意呢條女嘅啦，我冇得揀嘅啦。應該開頭阿馬達冇諗咁多嘢嘅。嗱，阿馬達係冇，阿馬達因為佢唔知咯。阿馬達見到邊條女，佢都有高潮噶嘛。佢一見鐘情嘅。係就冇諗複雜咩？前世今生冇諗啲嘢應該。唔係一開始係廢人同文啊。我哋都係廢人啦。你話嗰個差別見到，即係當然佢個造就嗰個嘅角色嘅性格，就特登將佢哋兩者都覺得好開嘅，一邊係好剛強嘅，一邊就好比較懦弱嘅。呢啲係完全做到一隻女性向遊戲嘅定位角色咯。有個愚弱嘅哥仔，終於可以自己搞自己喎！哇，真係自攻自受啦，咁都俾你諗到啊！真係佢想真係做翻第一集營造嗰個感覺、就是，就係究竟無印當年嘅。完整去講明就話阿波羅係咪真係太陽之翼，即係成日都話啊佢唔通就真係太陽之翼，即係佢次次都係用一啲疑惑句嘅，喺第一代一當年無印係咁樣嘅，而今代裏面其實就比較淡化咗呢個問題，見到何心係好，就算佢喺咁出翼嘅話，啲人都唔覺得佢係太陽之翼，係覺得係部機係太陽之翼嚟嘅啫。咁因為其實本身你話建基於就係 Evalu 唔係神話型嘅阿卡利隆，係新版嚟嘅呢個係，所以其實就佢。努力去淡化呢個問題，而但係當然你話喺睇過，如果以一個以睇過無印嘅人嚟講，你有你開翼嘅，你咪真係太陽之翼咯。唔係嗱，以一個冇睇過人嚟講咧，淨係覺得話，哇！依條友開到 Evalu 啊，咁其實佢第一話嘅表現方法就係話，阿依部嘢識飛啊，咁我對於 Evalu 嘅意味就係話個樣唔同啦，即係個頭唔同啦，識飛啦，冇啦。唔係啊，因為第一集嗰陣時，佢原本我認知嘅嘢就係咁啦，個表現俾我睇嘅嘢。咁當然，如果有睇過無印嘅都知道，依家 Ever 第一集出嚟嗰兩部咩 M 型、F 型嘅 Archaeidia 咧，
就其實只不過類似以前嗰部強攻型咁樣嘅啫，但係依家佢係分開咗男仔同女仔揸嘛。咁但係當阿瑪塔，佢一部咩 Sparta， 一部 Gavata 啊嘛，唔知咩，一部寫一部，一部 Sparta， 一部。係 Sparta 其實係再演變形態出嚟嘅，一定係即係 Evalu 再衍生出嚟嘅形態嚟咩？原本係得 M 型同 F 型嘅啫。因為冇啊阿瑪塔坐咗上去嘛，阿瑪塔坐咗上去之後再就將一部 A 同 F 一齊咯，因為佢解鎖啦，佢先可以解咗個 Avery 嗰個形態，之後再解埋其他。唔係，其實咧，其實呢個設定係有 bug 嘅。你講作為即係嗱 ，Avery 即係依佢合體機作為一部新型嘅機，其實佢係同12000年個神話型係完全冇任何關係嘅。係咯，唔係喎，如果照大家咁講。Amata 只是一個打中的角色來開鎖而已。所以個問題你說就算他是真的拿來解鎖用的 Keyman 他是一個。好但是因為這一部新機是跟12000年的神話型是沒有直接任何關聯，那為什麼要找他來解鎖呢？是沒有任何的關聯，只是純粹因為他要解鎖而解鎖而已。不是應該是這樣，其實故事開頭設定的最後是這樣的，就渣男女的渣女兩個不是合體，但是阿瑪塔打破呢個鎖嘅，但之後點解冇解釋到點解男同男唔係男女唔可以合體啊？咁令佢後面冇解釋到。阿瑪塔唔係打開個鎖喎，佢係佢第一個犯嗰個禁忌，然後佢犯呢個禁忌合出嚟嗰部嘢係唔同正常男女合出嚟嘅，佢合出嗰部係004叫 Evalu 嘅。我第一集睇到個感覺係咁啊。係，同埋戰鬥力係比正常即係男男同男用傳説中嘅無限拳咯。佢第一集嘅講法就叫之後變廢啦。第一集都冇無限，第一集唔係中第二集啦，充嘢充啲突啫。啊，係。咁嗱，但係咧，其實咧，你話呢個位咧，其實咧，我哋係有個有趣解讀嘅。我有個就係咧，點解會有 Evalu 咧？呢、這個已經超越咗男女合體，係男女同埋獸嘅合體，男女同埋一隻淫獸嘅合體，狗啊！三為一體咯，咪哇 ！Evalu 不嬲都係咪創性不嬲講嘅嘢係三為一體啊嘛？咁除咗男女之外，中間係咩？中間咪獸咯？三為一體唔係嗰啲咩聖神、聖父、聖子嚟嘅咩？聖父、聖聖靈啊，聖靈啊，係咯，就男女獸咯。大鑊嘅 Holy Spirit 即係唔係 Holy Spirit？ 啱啱伊甸園最初係有亞當夏娃當條蛇啊嘛，啱咯。其他動物啊，唔係條蛇啊，好多嘢㗎。你歧視狗，狗唔係其他動物啊？我話唔係啊，佢話得一樣嘢嘛。總之求其有啲動物身入咪得咯，真係好多狗大笨象噶。我有鼻又有尾噶。繼續。唔係總之 ，anyway 就其實Amata 個角色就係承，應該佢淨係承繼力量嗰一 part 其實。逆犬逆咯。系啦，净系写只翼嗰部分，而一个写只狗，一个写只狗嘅部分。唔系，其实开头睇 Kakula 咧，有睇网友知啦，都系伏喺度写只脚跑跑，只脚飞慢咧，好似嘅真系。我有个好奇怪嘅他，佢好似索斯。系，我一开头讲佢就好似一只索斯嘅嘢嚟。唔系啊，个人好似索斯啊，你谂下。長牙劍齒虎，如果冇咗嗰兩把刀，咪一隻普通嘅跑狗啦。冇錯。當嗰把劍齒，嗰只變咗劍齒虎，一隻係嗰把刀，咁嗰把刀而家變咗做翼，咁就係一隻拆咗件嘅劍齒虎。個角色嚟講幾影薄下嘅，即係作為一個主角嘅。主角唔係 Andy 咩？哇！啱喎，但啱喎，又唔可以話你錯喎。我都覺得係，我都否決唔到。但係呢個我哋稍後再講呢個就係、是、作為一個主角級嘅角色 ，Finalize 你話對阿美影，美光咯，阿美卡嘅美影，或者叫投資啦。你好難相信一個帶住24000年嘅怨婦嘅怨恨，唔係啊，一個24000年創號玩到而家啲 level 幾嘅高手，同你一個鬥釘 level 幾啊 ，level 四 level 三，又係啲好犯埋啲好公式嘅嘢就係、是，哇！我帶住24000年嘅怨恨，我就憑你一句說話我就釋懷嘅話，係冇乜可能嘅事。咁冇問題㗎，而可以打敗你，而且就係、是、本身就係話啊，你等我抽你一句水先。你 Diablo 你係一個角色，你都俾啲小怪打個達斯啦，有咩問題啫？你幾威都可以俾個小怪打個達斯㗎，冇問題㗎，好合理。咁人哋要跌斯打㗎嘛，佢冇跌過斯打啊嘛，佢哋唔可以達斯㗎，達斯唔好斯㗎，跌咗玩完嘅 game over 啦。佢得六步啫嘛，點達啫？專家級嚟嘅，死一次就冇㗎啦。嗰個逼力係唔夠，即係同埋就係話，你話如果個身份就係Amata真係阿Abolius。嘅話，
咁都冇問題，因為大家咁高咁大嘛，我而家轉勢同你話，我即係我飛你又好，我乜都好，即係我同你起碼同輩級咁樣去同你打。喂，你而家你係隻狗嚟嘅啫喎，即係唔係堂堂出嚟話宣布競選失敗，係堂堂由一間屋行到另外一間。即係我叫你蝕都未嚟一次，你夠得咬我？唔係，係賴尿。即係話，仲要你係一隻唔完整嘅狗喎、哦，你得個翼嘅啫喎，咬你都咬唔到喎。個本體係邊咧？你憑咩嚟指責我啊？冇咁嘅理據噶嘛，係咪先？咁冇問題啊。咁佢即係佢之前係阿波羅啊嘛。佢上即係唔好理佢上世係點樣啦。佢起碼上一世阿波羅啊。阿波羅之前咪同投資咪打成平手咯，算係咁噶啦，係咪？嗱，而且其實呢個係唔正確，因為其實嗱，我哋見到最尾。一集嗰陣時我唔記得咗阿米克羅佢曾經係入咗即係算得囉即係見到阿波羅嘅靈魂啦同埋阿哥啦仲有阿頭次個靈魂㗎嘛。即三個男人救世界。即係其實呢個位其實有得拗其實呢個位。BL 救地球。唔係即係話即係你咪咁嘅意思即係而家嘅魅影其實都係前世頭次一部分出嚟分出嚟。係呀係呀。即係所以話係佢嘅怨恨嚟嘅。呢樣嘢啱嘅。而即係話但係呢一點裏面即係個阿波羅即係個靈魂係冇轉世到㗎啦咁而家嗰兩件嘢究竟係咩嚟㗎呢喺一分為三。喺一兩入面嘅記憶得唔得你可以咁樣解讀嘅。即係個 hard disk 唔係新嘅只係 format 咁解嘅可以抄返啲嘢出嚟嘅。唔係前世嘅阿波羅呢分咗三部分合。我又用返個經典我用返個經典嘅緊係頭空腹。如果唔係解唔到嘅真係點解仲有嗰間嗰度仲有阿波羅喺度真係頭空腹同一隻曱甴係冇分別嘅咁你話嗱阿波羅唔係阿波羅尼亞阿波羅尼亞阿波羅邊個先打到阿瑪塔阿瑪塔個角色幾好其實即係佢係罕有地嘅即係典型嘅所謂嘅悲劇人物角色啦即係廢男啫嘛即係悲咩劇都叫悲劇啦佢由頭唔係佢廢唔緊要啊佢 happy end 喎大佬是喎、啊、你悲劇劇啊大佬、啊、哦真係啊有得諗喎咁佢老實講如果最後埋單唔俾佢呢個嘅佢咪一個典型嘅悲劇角色囉又死老豆死老母俾女飛唔係你做主角肯定死老豆死老母㗎啦大佬想點呀係喎係喎個主角都係點有代價咁嘅世界其實個問題係咩呢大部分嘅男主角都係第一集已經死老母佢只係將個死老母褪咗後期嘅就死到老人即係呢個係一個劇本嘅編輯嘅錯誤嚟嘅佢唔記得將佢調到最前先死老豆死老母。唔係應該係咁講其實去到之後先醒起原來佢有個老豆老母跟住之後要集集處理佢所以就先喺最尾個位置先處理咗佢。咁至於啲可言廢物同不可言廢物。差唔多咁啦。即係而且你話係嗰個我對嗰個力量層次嘅最後就係對魅影對呢個阿瑪塔即係呢個神話型對呢個得返唔係阿瑪塔嗰部唔係神話型唔係我話神話魅影嘅神話型、哦、是是對阿瑪塔嗰部殘缺不全嘅 M 六淨係得返十分即係喺力量層次上嘅話我真係點都拗唔贏囉即係你話嗱當即係你話如果無人嘅嗰陣時嘅就算你話你係隻狗最起碼就係你除咗有自己對翼你仲有阿波利亞斯嗰對翼啊即係你兩個夾埋嘅話我都叫你話啊有得打下但係喂你而家得三分一你仲要係三分即係你自己係三分真係二分我都唔知嗱佢自己如果我計返就係話如果阿波羅真係好似頭先咁分到頭空腹三部分嘅話佢係三分一中間只係翼然後跟住佢坐住部三分一嘅機三分一乘三分一佢九分一一個九分一嘅嘢對住一個一比一唔係但係你係唔知道頭次嘅怨念係幾多分之一嘅最簡單係咩呢就係、是、一部 SD 高達佢嘅背包打一部MG 成部或者簡單啲講其實我有個問題想問嘅其實大家覺唔覺嗰部所謂嘅三分一呢個名字太難叫不過我哋不如叫做小拳石啊大家好全神會知道係咩就係、是、一個波兩隻手嘅嘢啦好全神冇呢個傳統嚟㗎嘛即係何心佢開頭要整創性嘅原因就係因為佢想整一個小拳石唔係咩講話可以合理地呢個分體變形嘅三合一機械人出嚟快快機械人咁所以咁佢埋喺最後最終集嗰度整三個變形小拳石咩啫佢六部戰機話大家使咗手都六部機械人最大問題你等我聽我糾正埋先三隻變埋唔係小拳石嗰隻叫三頭地鼠
最大問題係，即係你創勝一直以嚟嘅傳統就係、是，即係點，即係佢一直強調嘅，點解要三個人就係、是、因為三為一體嗰樣嘢嘛。你最後而家單絲喎、啊，你同我玩直接邊？即係你喺個力量層次上，即係首先就係話，我就算唔計未影係幾多分之一，或者佢一百分之一都好啦。喂，但係你對住嘅人家係有得一個太陽之翼咁嘛，人咧，人家係一個完整嘅太陽之翼咁嘛，你咁衝埋去冇得打喎。其實你已經係俾佢壓勝喎。即係你話除非阿不動神 cheat 佢嘅啫，咁但係有冇咁嘅有冇咁嘅？我覺得佢會咁。畫面係俾你不動神喺度食花生啫嘛。嗯，好味。佢又食花生先，又食咗一萬二千年。即係所以你話你話阿文霞即係佢嘅勝利，只係呢個何心俾個 credit 佢嘅啫，其實係。唔係佢唔覺唔覺咁好彩撞中個命中要害高培叔叔。嗱唔好講嗱，我哋唔好講條仔咧，講下啲女咧。Mykonos 同埋阿呢個 Jessica 咧 ，Mykonos 啦，話曬都叫女主角擺個名，係咯，話曬，話曬。大家又要回溯一下，大家喺新番介紹樹人講嘅咩 ？Aquarion 嘅女主角不嬲都係不人機嚟嘅，當年阿樹人咁講嘅，正確啊，完全正確啊，啱喎，啱啊，為先知鼓掌，果然係轉世啊，前世不人，今世都係繼續不人。咁但係好囉，咁其實佢係個妹嘅轉世，咁杉田嘅轉世去咗邊呢？喺個喺冰甲瞓覺啦。冇眼睇啦，乜鬼嘢㗎？變咗凍肉啊！你睇冇得自己都同埋自己都連隻狗合咗睇囉。唔係重口味啊！唔係喎，其實我地方好在意嘅，唔知係咪學生食咗書包呢？因為前面佢又講好強調嘅係Mikolo 最後會同咩預言咧？佢預言見到卡古拉結婚，但就冇件事完全冇曬。有個解釋嘅就係佢阿哥衰咗。呢個唔係解釋嚟。OK OK， 我錯，即係佢阿哥嘅能力。而家係媽逼你衰咗。佢預知唔到啫，係咯預知啫嘛。咁咪咁快唔好派上嚟啦，大佬。唔係因為你話嗰個預知能力，即係嗰個絕望預知，其實係好奇㗎。即係你應該係其實你應該係阿 Mikolo 係即係喺嗰兩者之間，即係應該嗱。如果個掙扎就係我唔理佢係狗唔係狗，依、這個唔係問題嚟嘅。就係話我作為一個阿波羅嘅前世，即係你等咗佢一萬二千年，我但係一萬二千年之後原來係兩件嚟嘅，原來斬開咗斬咗件嘅。咁我究竟我要我中意就翼好啊，定還是中意只狗好咧？即係嗱，呢個係一個哲學性嘅問題嚟㗎嘛。咁你中意只狗啦，大佬啲器官齊全啲啊嘛。係喎、哦，但係 Red Bull 送你一對翼，飲 Red Bull 會不水㗎。诶，两个要晒咯，少。但你要明白佢哲学性问题，即系同一样嘢嚟噶嘛？哲学性问题啊，生理需要嚟噶，你唔好讲到咁升华啦。唔关系，咁佢哋两个都已经进化咗一个有完整器官嘅人嚟嘅，咪揸住佢哋原本上世系啲乜嘢嚟嘅啫嘛 ？That's why 系唔重要噶嘛？咁你即系同我讲话，小拳上可以变滚动岩，有翻手手脚脚一样啫。得噶，佢转世咪得咯，要通通交换噶。成再转翻。即系应该个故事系纠缠就系两只啊，佢哋两个即系同樣都是阿波羅的轉世，但是變了兩楷，那我究竟要喜歡要什麼楷好呢？那就好像回教那就行了。這個一出本真是兩個願望嘛，要個強氣的帥哥，有個弱氣的小仇啊，真是。你錯了，因為強氣那個是這樣吧，我要殺了你喎。點搞啊？你先守天命喎，幾好啊！而最重要有個問題嘅就係阿 Mikolo 佢成日都話要同阿神樂講講美拉西咁樣嘅，咁但係點解要同佢講過美拉西，而唔需要同阿瑪塔講過美拉西咧？因為嗱係咪一個好哲學性嘅問題咧？呢個係咪一個咁有哲學嘅問題？發佢卡，然後再講對唔住咯，咁樣嗱要連續講六句對唔住噶。嗱呢樣嗱呢個咪有代表差異咯，即係話咧佢當嗱。隻翼咧係死物嚟嘅，死物你點會同個死物講過咩啦西咧？你唔會咁做噶嘛？即係正如你踩到個紙盒，你唔會同個紙盒講過咩啦西噶嘛？咁好大鑊噶喎！大地站於你腳下，你冇下一步又講一句噶咯喎？唔係咯，即係所以佢當嗱，即係佢阿瑪塔當然阿瑪塔係一個物化型嘅男主角。真正嘅主角咧，阿卡古拉佢係識喐嘅，同埋加上阿瑪塔又對佢又立立落落咁樣啊。咁本身 Mikolo 又自己都係立立落落咁樣，佢又成誤會佢同埋阿 Jessica 啊嘛，有誤會佢。其實你唔好諗到咁複雜，我講個最簡單嘅嘢就係西方社會一直都講咩啊，狗係人最好嘅朋友嘛，你點會要到翼嘅啫？
朋友啫，唔係戀愛對象。真係你話呢個問題就係講緊就係話，即係佢同樣係轉身，但係佢又點解要淨係要同阿神樂去講對唔住？對唔住係邊一 part 咧？即係一直都冇講過對唔住，究竟係對唔住啲乜？你呢個對唔住即係我愛你咯。哦，但係好似一開講都冇講到話阿瑪塔同埋 Kagura 係。真係阿波羅轉身，一開波係冇講過嘅，但係佢中段即係佢比較後先講到話。但係要解釋樣嘢就係話，點解要講講咩拉西先？講咩拉西啲乜嘢先？唔係，我覺得講咩西其實意思係我愛你咯，即係唔係揾個機會直口見下你。佢唔係反語人嚟嘅，佢唔會講呢個㗎。佢咪唔係嗱，另一個解是、啊、另一個解讀就係咧 ，Nicolo 咧話。其實我係想要到翼嘅啫，其實我對你個本身隻狗係冇乜興趣嘅，所以要同你講講咩拉西。咁即係解通啦，乜都係咪解得通咧？咁大鑊嘅，即係大嗱理論上，阿 Mikolo 嗰個嘅能力其實即係話，佢多得咁窿，連結啊嘛，佢個能力係linking啊嘛，佢嘅能力係。咁其實佢係咪應該將神樂同埋阿瑪達連結埋，成翻做一個人咧？咁二合為一咯。如果有一個黑化嘅版本嘅話，應該要咁做嘅。呢啲唔係。梗係唔得啦，兩個先玩前後啊嘛，一個點玩啫？你講咗我想講嘅嘢，不過好啊。咁係好邪喎、啊！唔係而基本上咧，阿 Mikolo 其實咧罕有地悲劇嘅。如果有好多葉劇劇情出嚟嘅話，係咩？我覺得佢角色係冇 Q 用嘅喎。你唔好話嗱 ，Mikolo 喺個故事裏邊，即係嗱，無論係阿神樂帶咗佢去呢、這個天涯海角，Aritea， 我唔記得嗰個叫咩咩 Aritea 係啦，或者係阿魅影想捉咗佢上去神話營嗰陣時候，困住佢。其實嗰班人都係想搞佢嘅，真係嗱，我分析俾大家聽。我分析俾大家咧，我分析俾大家聽。嗱，開頭講呢個所謂嘅夏娃嘅助咒就係、是要揾條女過去呢個世界度啊嘛。然後跟住總嗱問題就係啦，當阿神樂捉咗佢翻去之後咧，嗰班即係阿嗰班有要求打總，阿姨唔可以俾你一個人獨佔佢啊！係啊，經濟排隊啊！即係話嗱，如果一個深入嘅角度嚟講，你幾多人搞係唔關係噶嘛？唔係，你要知道，當卡古拉捉嗰條女翻去，捉個 Mikura 翻去，跟住佢話，跟住班兄弟又話。喂，我哋兄弟要打咗，跟住佢就阿卡哥答佢就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你哋自己去捉啦咁樣。條女係我嘅咁樣。即嗱，佢哋係想捉個人翻嚟延續後代，而延續後代嗰個 case 你哋邊個延續都冇關係噶嘛。咁就算神落去延續 ，that's why 個問題都係唔存在噶嘛。咁點解一去到之後就覺得一捉到條女神落翻嚟嗰時候話，我神落你背叛咗我哋，你背叛咗啲乜嘢先？但有樣嘢叫出生率噶嘛，你冇理由個人口全部個 death rate 咁鬼高，然後每次得一個人出世咁樣。喂，咁就算係佢哋咁多人搞佢一條友，都係唔會令到個出生率提高噶嘛？你明白？唔係啊，咁夠一年一個。假設有個成人率高啲。O.K. 你講咗啦，我冇。你冇得答啦。你冇聽過有個最常用嘅字啊，叫滿滿的啊。將個機率提高。嗱咁呢單係第一單啦。嗱第二單就係、是、當阿魅影佢話我要將兩個世界毀滅，然後跟住創咗一個新嘅世界。佢係會留翻咩？佢係會留翻 Mikolo 喺度。咁既然佢話創造新嘅世界，創造新嘅人，咁仲有邊個可以同佢生產新嘅人？咪淨係得翻 Mikolo 一個咯。咁大喎！我冇諗過啲嘢喎，死啦！我諗住魅影係機嘅喎真係。佢同夜神月都有得揮。所以如果一個有葉劇情嘅情況之下，佢係一個罕有地悲哀嘅角色嚟嘅，就係拎嚟打。但我同人本都未見到啲咁悲哀嘅角色喎。你邊個攞揮會劇出嚟㗎，大佬？所以你可以進軍 Comic Cash 嚟。係啦，快啲。所以個角色嚟講，你話即係唔計本身影博之餘個用途嘅，真係冇乜啦。佢臨尾仲要幾？唔係，其實佢臨尾話要出去揾阿司令嘅，我覺得好嚇咯。嗱，佢明知個阿咩界行到去女人會遇男人噶嘛，佢特登遞信話唔去，跟住乘機揾或者揾司令嘅。我壓其實呢啲叫逃兵役咯。係咯，我壓 Jessica 佢啊嘛，幾賤啊啲嘢。咁我哋講下悲劇人物 Jessica 啦，唔係悲劇花插。佢本來唔悲劇嘅，得咗學生就變悲劇嘅啦。話咗 CV 嗰下，你咁樣嘅話不得好死㗎啦，講咗㗎啦。唔係，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唔男唔女，唔陰唔陽咁樣。你先係終極玩嚟嘅啫。陰陽怪氣，真係嗰幾集股票暴跌啊，幾慘嘅啫。基本上你話其實
佢同 Avatar 個角色都係好多互動㗎，都唔係都類，唔係因為佢哋個處境其實都類似嘅，即係話嗱佢鍾意阿 Avatar， 咁但係 Avatar 佢有個命中注定嘅對象，又好似有個，咁但係佢點樣去可以突破呢個命運嘅枷鎖？大家都係神女有心雙黃蒙蒙啦。A 中意 B，B 中意 C 咁樣拎咗。Mikola 就掛住望住只Kakula 咁就。係啦，咁個 A 叫 Mikola 就攬住只 Shu Shu 咁，唔知做乜交。所以你話即係嗰個角色其實佢同 Avatar 個處境係類似嘅，其實你可以咁講嘅。其實因為你話 Sora 所做嘅形象嘅就話，我當阿神樂係太陽之力轉身嘅，真係咁樣嘅。咁你如果咁樣個 case 嘅話，其實兩者個遭遇係類似。咁即係當然你話人生嘅輸家就係阿 Jessica 啦，咁人生嘅贏家就係 Avatar 啦。佢之後都執咗件紅帽啊。冇講明過嘅，其實大家畫面表示啫，大家表達即係望住同一個望住海啫，大家都係想自殺啫。啱啊，其實一雲一分為二，唔一分為二啊嘛，咁你要咗隻嘢，咁我以為是本體咯，冇嘢嘅。即係咩愛護動物協會領養咁啊？一人一件分咗佢咯，幾好啊！環保啊！你錯啦，係而家環保局長提出啲咩廚餘回收啊？啱咯，隻狗冇人要，唉，落去啦，真係關咩事咧？垃圾係要分類再攞翻嚟用嘅。基本上你話去到中段，其實都係一個即係變成一個悲劇人物咯。簡單啲嚟講嘅話，咩俾人扎住只腳，但又唔係死得啊？咁唔知點解，跟住俾人變咗男人，又唔知定女人啊咁樣。唔係冇變男人上身啫，聲變咗，把聲變咗啫，個樣變咗啫。咁先恐怖啊！你個樣係變咗，但把聲就花集問題嘅。你個樣係花，但係講係中村把聲咧就唔係喎，阿姨爸好掰嗰啲嘢。咁我承認中村把聲好美型，真係。嗯，但問題有啲唔係講咗中村。如果換咗小山嚟啊，就好好玩啦。唔好依個恐怖，唔好做啲咁恐怖嘅出嚟啦，真係大佬真係。OK 㗎。但整體上真係叫做人氣最高嘅係 Jessica 其中一個，即係起碼比女主角一定係人氣最高嗰個啦。只要佢互動性同埋佢實際上活躍數好多，因為始終女主角佢能力其實要人哋佢連結都話要人哋一齊先有，但係 Jessica 真係獨立發揮嘅，真係可以係。嗱，你咁講我唔同意喎。雖然佢個 Mikono 係冇交叉用嘅，但係佢成日都俾人派落去揸嘅。你唔覺嘅咩？你講到佢話佢咁嘅能力唔關事，佢咪照成日攞去揸機，明明佢冇交叉用嘅。咁好簡單啫，嗱 ，Mikola 唔喺度，阿瑪達就罷工，阿瑪達唔喺度嘅話就冇人揸。你錯啦 ，Mikola 唔喺度，佢 high 尾啫。唔係 Mikola 個能力係 linking， 即係其實佢即係你當咩咯？你將兩種能力個連結合出嚟嗰個效果係更加好咯，簡單啲嚟。即係數碼放大器，電視放大器嗰個叫。即係唔係一啲好攻擊型，咁其實老實講，淨係識飛都唔係好攻擊型嘅能力嚟嘅啫。識飛之後識跌㗎嘛，可以。所以你話Jessica 嗰個角色，你話當然你話其實見到嘅前中段其實係你話如果擺個描寫擺得多喺Mikola 身上，不如話擺得好多喺 Jessica 身上。係啊，跟住中間就。而中間個決定性位係乜嘢呢？就係、是、因為 CV 囉。都唔一定嘅，其實即係若果真係咁樣嘅話，即係好似話啲 stuff 啊，可能啲聲優可能自己都會判幾句㗎嘛，咁但係好似都冇乜呢啲風聲喎，係咪？咁唔好理海底嘅嘢係唔會有風聲出嚟㗎。你點同埋返嚟你去爬小倉圍個波係唔會知啲嘢㗎，世界係好大㗎，三三。唔係，其實我就講，係咪抽得好靚咧？其實有時候我覺得根本就何心佢咧，佢個人興趣問題咧。就算你講女主角，即係講翻女主角頭先啦 ，Mikola， 佢阿爸條線都冇咗，真係，即係佢對女仔係好平等嘅，都係平等嘅摧殘佢哋。所以呢個唔存在任何不公平嘅問題係。或者你講得啱㗎啦。好咁我哋呢一節去到呢度，我哋下一節講埋另一個更加悲劇嘅女角先啦。下一節翻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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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劇嘅女。